我是金小，看着我父亲跟人交手长大的。在我爹身上，我看到的不是招，是意。接了我大师兄的板珠式中华武士会，我是老了，新人要出头。 我的班他接了，挑一个吧。老功夫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叶问。你在北方的老哥们儿都不赞成这场兵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，那可是回不了头的，回不了头。那我公家的东西。 就不能留在你的身上。你爹最后的话，不问恩仇。功夫两个字，一横一直。 企得翻喺度嗰个先至啱晒，系咪咁话？